手机呢？哎，师傅等一下，师傅我手机，师傅等一下，哎师傅那个我怎么没事，现在那个天晚了，师傅你开车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好，哇好死啊，哇这是哪家小屁孩啊，给他两巴掌。我表弟，你管教吧，你这样叫我怪怎么打游戏啊。躲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？我最近喜欢在得物买东西，这是我新在得物上面买的联想电竞耳机，游戏好帮手，到手才两位数，超长续航，游戏延迟低，还能听声辨位，科技感满满。评论区抢1000元无门槛优惠券，品牌直发，正品保证。哇！被打了，赢了，哎呀，闪现！哦，哇牛啊！这一天可算让我有点开心的事了。你说啥？去哪儿？找一个桌游玩一下嘛。桌游好久没玩了，让我来查一下规则。哎，规则是啥我也忘了。哦，如何天然的快速丰胸跟一直放屁怎么办？这我都有心得啊，我教你嘛，你给我个500块钱。喜欢水瓶男，不知道如何开口。What？